面的。来来。哦，你掉了呢，没得土壶，没得。来龙岗。Go back to your step. D. 哇，老虎子。点叉叉。ครับไผ่ทองครับเชิญครับครับไผ่ทองจะเก็บ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บอกเพื่อนด้วยเหรอนี่ดูนะน้องครับนี่ไม่โดนมือเราก็จะถ่ายยูทูบแป๊บนึงครับ店门口呢就有一个公交车站，所以为什么我店发生这样的事情频率这么高，可能是跟这个汽车站有很大的一个原因。不是第一个来店里面免费吃，有困难我帮他都是正常的。有的网友说我给钱，为什么我没有给钱？因为我有几个月都没有营收了，这个店的收益刚刚够开支。因为我开这个店五个月以来，其实碰到之前口罩的原因，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助人为乐吧。不要紧的，我看电视要找你，看什么呀？好，没事的。他搬到了3000平的大房子去住了。有人说你流浪了，也有人说你被炖了。
生气。啊？你去干吧！来，哎，快点！